什么？把杨哥给亲亲亲亲！小声点啊，姐姐。我就，哎呀，就是看他我就没忍住。快跟我分享一下这个细节。可不可以不要讨厌我？神经病啊你！哎，施主，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孽缘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我这里有几张符，你要不要买呀？淋了雨，身体还好吧？嗯，还行。希望你马上好起来，不然我们就赶不上音乐学院的自主招生了。爸，既然你喜欢，我们就好好的准备，可不许让爸爸再失望了。好，我一定会好好加油的。赶快恢复健康，然后马上去北京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我们要去北京？嗯。你学校里所有的手续我都替你办好了，机票都买好了，就这个星期天。嗯，星期天。沈一凡正找你呢。老师好。你之前的保送资格过审了。我可以考苏华大学了吗？嗯，但现在名额竞争啊很激烈，你还得去参加一次省外比赛，如果获得名次，这事儿基本就定了。哇，谢谢老师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一定努力。加油加油，我看好你啊。谢谢老师。听说你们班那个严苛呀要回北京参加音乐学院自主招生。是啊，高考之前都不会回来了。北京。严苛，不要愣着了，车都来了，赶快拿着行李出来啊。下周日的时候我会再来练，你能来吗？他应该不会去的吧？来了。你还会来吗？回忆初遇那时的眷恋，丝丝带着晴天。你我不过却只存在于那回眸瞬间。一直心领神会的预言却还未实现，有时幻想孤寂。教练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我马上就回来。徐一凡，你去哪儿？我马上就回来。云隙之间透出一点那份我们曾经相拥的画面，人海之间是你我交错的眼，梦中相见又现出你容颜，相遇之前那混乱不安。下周日的时候
我会再来这里，你能来吗？同学嘛，互相帮忙是同学之间的义气啊。那就一言为定。君子之交绝不食言。天亮以前，有一闪而过的誓言，一起走过的瞬间，等待在破晓时再见。清风徐徐拂过你的眼，是我的笑脸，细雨点点打在我心间，是你的侧颜，回忆初遇那时的眷恋，丝丝带着晴天，你我不过却只存在于那回梦瞬间，一直心明神会的语言却还未实现，有时幻想鼓起勇气走进你视线，突然晨光涌现，云隙之间透出一点那份我们曾经相拥的。喂，教练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好好。人海之间是你我交错的眼，梦中相见又现出你容颜，相遇之前那混乱不完的琴弦，与你可能画面在唇齿之间，离开以前是昨夜春雨的眼，再看一眼思念逐渐蔓延，天亮以前有一闪而过的誓言，一起走过的瞬间，等待在破晓时再见。是你吗？中相见又现出你容颜，相遇之前那混乱不完的琴弦，与你可能画面在唇齿之间，离开以前是昨夜春雨的眼，再看一眼思念逐渐蔓延，点亮一切消失，再见。杨哥，这次准备的时间太仓促了，一定要好好的选择学校。我喜欢扔标枪啊，我还指望他帮我考苏华大学呢。上次之后，严苛已经好久不理我了。你说，是不是老赵啊？这是。
你俩啥关系啊？还冷战？照你这么说，我易烊千玺岂不是天天在和我冷战？不是，你别忘了，我上次抱过他之后，他也是失恋了。严苛，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没想到你居然还记得齐晓松。啊，我也没想到。那我记得。你。骗了好多啊？是吗？我只是换了发型。只是换了发型？嗯。啊。胆子好像也变大了很多啊。啊，严苛。昨天晚上我……昨天晚上怎么了？就是你我……啊？难道是我的幻觉？我喝多了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。那个……我觉得以后酒还是少喝一点。哎，你好，同学，包家校吗？丢死人了，熊一凡！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大学生报名买一送一，很划算的。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包。哎，你来这边看一下这个表。来这边看一下。啊，可是。现在是分。哦，早上6点。哎，不管了。还有。开车就开车，反正是跟严苛在一起。2点钟。对，你现在交钱，马上就可以来学。这两天好像没有课，报周三、周四是吧？上课的时间错开了。行，上午都可以，下午也可以对吧？对，下午也行。喂，知道了。哎，话说那个严苛跟你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，我看他花样还挺多的嘛。回来了啊！快过来，看我的新发型，帅爆了！挺好的。那个发胶能借我一下吗？啊，干嘛？拜托了，你是去练车，不是去开车的。你穿这么高高跟鞋干嘛？好看啊，你知道吗？真正的老司机都是穿平底鞋开车的啊？是吗？专业点，换了换了。哎，再照会儿，看一看。这就是今年的爆款发型，帅爆了！这发型真的适合我吗？
小熊。嗨，你来啦。嗯。你今天好像不太一样。嗯，是吗？那我们走吧。好。不错啊，谢谢教练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，怎么一次就成功了？我爸教过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考试啊？买一赠一嘛，是吧？下一个，熊一凡。段总。就到我了。教练好。好。先踩着，好，挂，那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啊！哎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往左打方向盘，往左打，往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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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，那边，往左打，左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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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刹车，刹车，刹车，停车，停车！哎呦，对不起，教练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别紧张，好不好？咱们再来一次，好吧？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往左打，我就，好好，我可以，好了是吧？来，嗯，然后等等等等，好，踩住，开火，挂档，哎，对，挂档，好，慢点，方向往右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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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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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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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慌，别慌，你别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啊啊，对不起，教练，教练，对不起。对，嗯，对。这位学员，嗯，你把我刚才说的再好好想一想，好吧？好好好。我抽根烟冷静一下。嗯。那个，严科，你过来帮他熟悉一下操作，别打火。我。你先说。嗯，啊，就是一紧张就会忘记就。你现在就是太紧张了，所以你会把方向灯跟雨刷搞混。啊，对对对对。那我现在来教你。好。啊，在右边的是雨刷，方向灯是在左边。啊，我看到。做到了，我记对了。嗯，哇！可是刚才是我提醒你啊，现在自己再做一次吧。好好好，谢谢。走吧。好，哇塞！先这个，然后拍上。我开始了。嗯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呦！老大，
我跟你一块打拳，搞得都没有男性尊严了。哈哈，嗯，他最近吃兴奋剂了，天天跟严科开车呢，不能比的。开车？开哪种车？就是大家平常都会开的那种车呀，开车。臭流氓，火流氓，想哪儿去？这天到晚的脑袋瓜子里。夏总，听说某人明天还要跟严科去郊区练车。郊外很禁忌吗，老大？臭流氓！哎，不对啊，你跟严科，你们两个人都没有驾照，能单独练车吗？严科说可以，你俩就可以。嗯，歇好了吧。严科，哎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没有，刚到。啊，这边。好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都是你准备的？嗯，饿了就可以吃了。好，谢谢。嗯。那我们出发了。嗯。是要教我开车吗？你要不到前面我们换一下。嗯，你仔细观察我就好了。啊，也对哈，我现在不太会，要是开的话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别，不太好。饿不饿？要不要吃？嗯，开车吃东西不太安全吗？也对啊。嗯。嗯，好好吃。嗯，你要不来尝一口吧？真的超好吃，我喂你。嗯，好吃吧？嗯。那个。没事吧？怎么样？车太棒了。啊。没信号这里。天哪，那怎么办啊？嗯，我这越想越不对劲。你说他们俩都没驾照，老大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，你要担心也应该担心严苛吧？就咱老大那身手，那是拳打南山进老院，脚踢北海幼儿园。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啊！怎么着？你这是看上我了？切！可以啊，你。可以啥呀？可以。你说咱老大最近天天跟严科怎么练车的，你就没点啥反应？哎，我要有啥反应？我敲锣打鼓庆祝他俩开车顺利啊！稍转移话题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健身房开在这儿。
我把健身房开在这儿，那纯粹是为了咱们仨的友谊。哦，我信了你的邪。丁丁啊，我觉得我这个人特拧巴。你说老大明明变好看了吧，我都还真放下了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没个长性，三分钟热度，不像咱们老大，喜欢一个人居然可以喜欢那么久。哎，你说我到底比那个弹钢琴的差哪儿了？那他不就是会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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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也会啊，噔噔噔，都比不上人家。行了行了，哎你，我漂亮小姐姐今天请你吃饭。嗯，帅气小哥哥答应了。哎呀，面子好大呀，好有福气呀。不是吧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个时候没电啊？我的早没电了。先坐一会儿吧。啊。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还好吧？嗯。好热。啊。哇。这下雨了吗？还嫌我们不够惨吗？走走走走走走。这样。快快快快快！快走吧，我看待会儿要下大了。怎么好多端子突然下雨了？奶奶，哎，你俩快喝点水，谢谢喝点水，谢谢奶奶。哎呦，这雨下的，哎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嗯，奶奶。那个，我们两个刚刚迷路了，然后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出租车啊？啊，还有还有，多吃点哈。哎，好。这闹奶奶是不是耳背啊？不会吧？那你再问问。奶奶。奶奶。啊？我们刚才迷路了，我们想要知道要怎么走。啊。不用担心，我家里还有一间空房，你们小两口啊可以住在里边了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不是小两口。不用担心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那个热水好了，你要不先去洗吧，怕到时候感冒了。哦，要不还是你先去洗吧，我过一会儿再洗。我先洗吗？嗯，对。哦，好，那我先洗。啊，你去吧。我不想了，接下来就要出事的。
洗好了，换你洗吧。我男神呢？严苛呢？这是哪儿来的幺蛾子？这不是什么？你为什么穿成了这样？你是要去演乡村爱情吗？我看，为什么你这小碎花蝴蝶结在下面遮住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挺好的，特别接地气儿。笑完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在笑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是觉得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慌，只要你敢想，这明年维密你开枪。哦，谢谢你哦，小姑娘，这个是给你的。奶奶，谢谢。我的天哪，这才是时尚的巅峰。来，给你，你来开场。我不穿。是和男神在一个屋子，还在一张床上睡觉。哦，我天哪！我要不要主动去关灯啊？可是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对严苛有非分之想啊？严苛难道不困吗？他不想关灯吗？生呀，啊！什么情况？哎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。
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找你。你刚才……啊，我刚去卫生间了。啊。有听到吗？刚才那个是……嗯，没事，我来保护你，拜拜。哇！哇！哎，走。哎，小心！我来带吧。在郊外遇见萤火虫的概率，比开车遇见野狗还要低吧？现在想想，那一天，好像所有不可能的事情，都撞在了我们的身上。好丢脸！是巧合吗？我时常在想，所谓的缘分，是否就像是上帝掷下的一颗骰子？一切的相遇、错过、重逢。等待不过是随机的概率，但是后来我才明白，心中没有呼唤过的东西是不会自动来到你身边的。就像此时此刻我身边的你和眼前的这片萤火虫。
你是